法国的华人华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良全。1986年，我是空着口袋，带着梦想离开我的家乡，开始骑单车周游全中国。我走过合肥、武汉、郑州、西安、兰州、西宁、格尔木、拉萨、成都、重庆、贵阳、昆明、南宁、桂林、长沙、岳阳、南昌、广州、海口、玉林、梧州、珠海、深圳、汕头、厦门、湖州、温州、杭州、上海、南京、济南、石家庄、太原、延安、银川、乌鲁木齐、呼和浩特、沈阳、长春、哈尔滨、大庆、齐齐哈尔、海拉尔、满洲里、丹东、大连、青岛、烟台、天津、北京、香港、澳门，除了台湾，所有中国地势州门我都走遍了。2003年，我又开始开摩托车周游世界。我走过尼泊尔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伊朗、阿联酋、阿曼、也门、吉布提、厄立特尼亚、埃塞俄比亚、肯尼亚、乌干达、卢旺达、布隆迪、坦桑尼亚、赞比亚、津巴布韦、莫桑比克、南非、施威士、南莱索托、纳米比亚、安哥拉、刚果金、刚果布、加蓬、赤道几内亚、康麦隆、中非、乍得、尼日利亚、尼日尔、布基纳法索、马里、科特迪瓦、加拉多戈、贝宁、利比利亚、塞拉利昂、几内亚、几内亚比绍、冈比亚、塞内加尔、毛里塔尼亚、阿尔及尼亚、越南、老挝、柬埔寨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新加坡、蒙古、俄罗斯、芬兰、瑞典、挪威、丹麦、德国、捷克斯洛伐克、匈牙利、奥地利、列支敦士登、瑞士，从瑞士到法国的里昂、马赛，到摩洛哥，到意大利圣马力诺、斯洛文尼亚、克罗地亚，到波黑黑山、阿尔巴尼亚、希腊、马其顿、科索沃、保加尼亚、塞尔维亚、罗马尼亚、摩尔多瓦、乌克兰、白俄罗斯、立陶宛、拉脱维亚、爱沙尼亚，从荷兰、比利时、卢森堡来到92国巴黎。我有这样一辆摩托车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如同关羽得赤兔，刘备得孔明，文王得子牙，刘邦得韩信，如鱼得水，如虎添翼。我将提前于2012年的5月到达第122个国家，美丽坚和众国阿拉斯加州，美洲大幕拉开。可能的情况下，我将把摩托车开到南极长城站，15个月扫平美洲、澳洲，指日可待，走遍地球，非我莫属也。请为我加油，谢谢。